主播以前是当然高球你们也知道吧？主播以前是高球，但是现在当个主播，你们让我去打，一年能拿工资7000万多 AD，让我去打，能不倒就洗白，能不个倒就洗白。加你！哎，我昨天3连 Deport，白破，杰克罗布，然后就一把我没有秒，我就是撸了。你们让我打你妈呀！主场是真随便打。坏了！中国时间5:12，这个时间职业选秀要来了呀！得不得？嘿嘿，不了，开荤！妈呀，我要空气烫！哦吼！我们真厉害，小鬼啊！快乐。讨论好多，老婆也来了，你们闭嘴呀！老子德普特几个龙婆呀？德普特2-1-5，主播7-2-4，老子记住了，主播一个人打两个，真别卡黑哟。我想扑上，扑上！来来来来，给我送，给我送，哥哥，给我送！哦，扑上！这不，老子3000多，你可大招拉满了，懂不懂啊？拉满 ！Nice nice nice， 继续继续。别怕别怕，我在当保安。别怕别怕，推塔推塔推塔。包包包，我哥死掉掉，我哥出。我靠！
我们真厉害，消息吧兄弟们，看看给不给我点赞。还有一个呢，被利用，被放弃了，兄弟们，这就是，这就是 Tepter 哦，我给他卸了一把，他就点赞都不给我。